欢迎收听《用心深呼吸》，让我们欢迎《云彩飞扬》里面的季妈咪季陈月云师姐。这是我第一次跟嘉丽姐合作，是由我来饰演她的人生故事。因为本身就是个演员，要如何诠释，有没有办法到位，让我非常有压力。嘉丽姐跟制作单位的好人缘，让我有机会在这档戏当中跟一群资深的老戏骨合作演这首戏，非常的兴奋，也非常的开心。我第一个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手语，手语应该是嘉丽姐的母语吧。在我们翻手语剧本的时候，其实压力非常大。在开拍前三个月，我们都会定期到公司去上课。尽管做足了三个月的练习，但是还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。好险手语老师不离不弃，甚至到现场来，让我们在手语上有非常大的安全感。除了坚强的卡斯阵容之外，还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制作团队，重现了不同年代的场景氛围，还有道具。更厉害的是，有精致栩栩如生的动画。全是一位演员的人生故事，让我好像照镜子那样的审视自己。下了舞台之后，要用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去面对所爱的人事物？如果你也在为生活奋斗的话，这部戏是最佳的陪伴者。希望我的演出能将最好的故事呈现给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请早点回家，一起看《早点回家》。